直接贝尔卡特手杀潘森，因为他不可能红开往下走吧？那一等就点招的人真的是很白痴，你时间还没到，你在点那个招要做什么？看不懂。他去猜眼来干嘛？擦一下，潘森不敢打，可惜，可惜了。可惜了，潘森不敢打，他勇敢一点过来 Q 一下就好了。潘森不敢打，勇敢的 Q 一下，结果他不勇敢。他把大用掉，那么白痴。很白痴。别走那边，你还走那边。哇，Triple Kill，666，我们的潘森干大事，潘森干大事。算了，潘森，你他妈别干大事，好不好？说了嘛，他在转的时候你们怎么断他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真心不懂啊。那、啊、你自被勾进去是在哭是不是？
妈的白痴，真的是白痴，艾希呀！都有什么屁用，艾希？好烦哦！真啊真啊，哇，人都来了，我们来了一个废物啊，没有嘟丢啦。这个没办法，一定要把它杀掉，不然我们东西会掉啊。你看这个辅助就完全没屁用啊，要他干嘛？要你干嘛？要你干嘛？到底要你干嘛？你跟我讲。选什么布朗姆啊？啊，你要把大招断掉，你怎样子阻止他啊？你怎么阻止他啊？居然可以阻止哦，那也太烂了吧。然后叫无限换头什么意义？你到底在干嘛啊？好烦哦！为什么都要这种队友？好烦哦！没有重击。真不行，那个就让他发育吧。那为什么那么讨厌攀升的缘故？吵啦，吵什么？只有你回家，马上跳过来，这样是不是？快推线，别开战！快推线，别开战！少人都看不出来吗？我受不了了！这到底是拿白痴把龙戳出来啊？他就不来啊！你要打什么？打什么会战？我真不懂哎！他就不来。操你妈的！这是白痴是不是啊？到底为什么要跟这种人玩？哦，受不了了。我不对不对不对。不该打的团，我怎么会跟着他们打呢？我太白痴了！你们是，你们脑子有吗？哎，不能打字，干你娘嘞！然后就看啦，啊，你一个攀升，一个牙膏，基本上配那小，到底在开什么？我真的不懂。
操你妈的，真白痴！王八蛋！我不知道那个大绝是那是大绝还是 Q 啊？应该是大绝吧。我要去带线。果然给一个白痴拿预示者就是这种情况。这边扣血都给他是合理的啦，没什么大伤害。啊，这重击真的是没问呢。靠腰，按错了。我按错了。没有伤害啊！我不该去直接去弄老鼠。唉，我投降吧，不玩了。没想到玩这种场那么痛苦啊！来，你看上路9000都不到，干你娘啊！这个9000块啊，这六千的射手，你们要跟人家打什么架？我不懂哎，完全不懂哎，你们要跟人家打什么架哈？是你妈，滚啦！别抢经济啦，你没有兵可以吃是不是？塔皮都给你了，真是王八蛋。真的是王八蛋！敢那个戳一下，真的太慢了。不打，你们两个那几个太王八了。又上去，受不了。The mark.
Russian does not retreat. On my way.不要动容啊！这个都还没来，就在哭，是不是？你是爷啊，混蛋！好烦哦，这些人。老鼠嘞，堵拦的是老鼠。太白痴了！哇，这两个太白痴了。其实应该吃这个，然后我们被全部一起击杀。操你妈的！
champion. Enemy turret destroyed. The warrior spirit is never broken. Middle turret is under attack. A Demacian does not retreat. You are on a killing spree. Danger. On my way. Yeah! 终于赢了啊！为什么每次都要我自己玩一个游戏啊？你们其他四个人到底在干嘛呢？累死了！叫你们不要搞事情啊，就搞完事情然后再来投降啊，再来点别人。哎，你的大招还没好，你的大招有，为什么不用？哦，你的脑那么好，为什么都不用？你们的脑那么好，为什么都不用？啊！操你的嘞！尤其这个辅助，你好好的待在他们的后面，待在亚树的后面，放大很难吗？好，你要冲的时候就是卡特出来，或者是。傻蜜拉转进来，你去拍他们哦。塞林贵嘞，打那个翡翠场要打成这种样子哦，我真的受不了，脑都要炸了。伤害要我出啊，坦度要我做，你们其他人要做什么？嗯？这潘森完全不听话。你很会打架没有错啦，啊！但是你那个判断非常之差啊！要不是对面非常的烂啊，要不是这种场，你有办法打那么轻松吗？不可能。